中国古谚语所谓呀，富人居富地呀，富地富人居啊。那要讲富人，大概变法界、虚空界、极乐世界居民是第一有富的人，难怪他居住的环境是第一富的富地呀。中国人常看风水，变法界、虚空界、极乐世界风水最好。最好的风水是怎么形成的？是那个地方最好的居民形成的，人好。居住的环境就好记住经典里面一句重要的话：一切法从心想生。谁的心想？自己的心想。这一句话是真理。那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环境，就知道从哪里改起了，从改变我们的思想改起。现在我们居住的地球，环境最为恶劣。到处都有灾难，这是在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的。灾难从哪里来的？灾难从人心来的。过去的社会，不能说没有恶人，历史上记载的恶人也不少，但是毕竟是善人多，恶人少啊。所以社会祥和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现在这个世界，恶人多，善人太少太少了，不容易找到我们细心看看，再回头反省自己。想一想，照经上所讲的，我们造的这个业，该不该堕地狱？我们这一生，现在人几乎都犯了杀人的罪过，杀畜生那就不必说了。你这一生当中杀了多少？现在杀人，杀亲人。堕胎就是杀亲人的，我还听说有一个人堕胎30多次。
这还得了吗？啊，这是有意杀人呢，杀自己的亲人。啊，如果统计一下，每一天，全世界堕胎多少个？这种杀业还得了啊！啊，这些灵鬼不甘心。不情愿了，照佛经上说，他到这个世间来跟你有缘，他是报恩的，你把他杀掉了，结成冤仇；他是报怨的，你把他杀掉，怨恨上再加怨恨。讨债还债，原来是债务关系。现在又变成逃命还命，这还得了吗？所以整个社会磁场变了。中国人讲乌烟瘴气，乌烟瘴气是什么？都是这些灵鬼的怨气，带来了地球上许许多多的灾难。谚语所谓也，不是不报啊，时辰未到啊，好像现在时辰快到了。人还不救，还不肯回头，要知道报应这个事情逃不过的呀。再有钱，再有势，都逃不过。拥有科学技术，还是逃不过。